就是子魔。少君，罗云凡，你疯了吗？是来杀我的。子魔凶残，自然人人欲得而诛之。少君，罗云凡不对劲，他好像不认识你了。他是来杀我的。走，我带你回魔神殿。为什么不来？陆一凡，你要我的命，那你拿去便是。只是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？子魔，你别胡言乱语。止住！雪玲大哥还在家等你呢。子魔，今日念在你救人心切，我不再追究。日后如果你再敢做冒犯人间之事，我定取你性命。这样，我入了魔，师父要杀我，饮水仙也生死未卜。明明一切都好好的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所有人都离开了我，他们都不要我了。少君，你别怕。我在呢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这杀气，说什么颠覆六界，到头来害的却是我自己。我不想做什么逆轮的女儿，也不想做子魔，我只想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乞丐。你以为你父亲不想过凡人的生活吗？可只有他有着一统六界的能力，这是他的使命。如今这使命和能力都落在了你的身上，除了你，没有人能够做到。少君，王月，你这样逼迫他，他会走火入魔的。痛苦越深，能量越大，我这是在帮他。少君。少君，你醒醒！少君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怎么能为我挡煞气啊？你每次激发煞气，
灵力就会折损，你损失的灵力不多了。少君，我虽然希望你能早日成为真正的魔尊，但是我也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伤害。你答应我，不要因为一点点蛊惑就激发你的杀气。你要学会控制仇恨，你对仙门的恨，对洛音凡的恨，对王月的恨，甚至对我的恨，你都要记得，要藏在心里。还有杀机，要和林丽一起封存好，等到最后的日子到来，到那时你才真正属于你自己，而不是谁的种子。